我乐三六零，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。拥有台风生成了，今年的第十一号台风，它的名字就叫做悟空哦。那么它预估未来会从啊这个比较偏向啊太平洋，然后直接往北边朝日本的北海道东方海面来移动，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造成影响，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。时候要留意哦，我们台湾附近这两天是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阵雨，另外在我们中南部的沿海比较容易有短暂的阵雨、出要记得携带雨具。因为这两天的雨势哦，其实在下雨的时候都还。 不小，那么也提醒大家，听到雷声要赶快进入到室内，因为这两天的降雨经常都伴随着打雷闪电。我们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，我们台湾附近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天气系统，但是其实雨量还蛮多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，我们台湾是受到有点偏南风的影响啊，在海南岛这边有一个热带性低压，是之前的山神台风减弱之后啊形成的。那么它的整个环流可以看到，为我们台湾带来比较很明显的偏西南风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台湾东方海面上，大家。 可以看到这一大片没有云的地方，其实是一个高气压啊，是原本它跟太平洋高压是在一起的。那目前是有点啊分裂开来的情况，那么它也为我们台湾带来一啊，为我们台湾带来一些偏东南风哦。所以两股偏南风的气流影响我们台湾，都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，我们台湾的天气就变得比较不稳定了。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，沿海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。那么在山区的话呢，还有临近山区的地方是比较容易有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。来看一下外几天天气啊，就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。 的情况啊，在没有云、没有下雨的时候，有有的时候其实经常都可以看到阳光，但是很容易中午过后啊，就会容易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啊，天空暗的很快，一下子雨就呸，呃就开始下起来了，而且雨势都还蛮不小的啊，甚至会伴随这个打雷闪电的情况，所以也提醒大家前往山区哦，甚甚至啊这个外出路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，在下大雨的时候视线不是很好，也比较容易有路况，也建议大家要尽量的减速慢行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 在外几天容易下雨的地方，在我们台湾的话，可以看到其实降雨的范围都不是很大，但是也提醒大家啊，虽然说下雨时间也不见得会很长，但是下雨的时候雨势都还蛮不小的啊。而且呢，打雷闪电，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大家了，要特别的留意。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，其实降雨几率都还蛮高的，午后雷阵雨可能持续到晚上。那么在明天各地的天气的话呢，啊，中南部地区也很要留意可能会有对流生成。那么在其他地方的话呢，是山区比较容易午后雷阵雨临近。 山区的地方，降雨几率也都是比较偏高的。那么低温的话，大概是啊，来到二十六到二十八度，高温可以来到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左右。所以，纵观啊，中观来说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些的。这个天气也还是要特别留意多补充水分以及防晒防中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，我们明天再见。